战的六位执法裁判之声。那这场球赛的主审是苏静文之声，一垒审王俊宏之声，二垒审邱景业之声，三垒审刘志新之声，左线审则是季华文之声，以及右线审林金达之声。好，来，下面没有排赛之前，给我一个二连胜的加油声音，中心点。